挺有意思的，斗着气儿谈啊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有人说，哎，都这样，咱就分手。有人提分手吗？还是就这么闹吗？就是舍不得他，以前对我还是挺好。他以前给我做了一个那个，就是那种用糖做的那个花，今天也带过来了。来来，我们看看，来拿到我这儿吧。对呀。不是，打开。哦。表现，对吧？那爱那些事情，那有些地方我看不到，那就得说出来，做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现在唱呀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？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对着对拿着爱的号码牌。你说你平时这么哄哄我，我不就不生气了吗？对吧？你非要这个样子。你没看他那眼泪都快下来了吗？然后他还特别不爱聊天儿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那话特别少。嗯。快毕业了，我就要走了，然后要异地了。好家伙，天儿也不聊了，那面也不见了，那不就各过各的呗？那还干啥呀？对，就是分手嘛。那不行，那我追的他，我喜欢，我自己主动追。哦，就是还是您追的人家是吧？哦。所以那肯定不能轻易提分手呀。啊，那你就留在学校接着陪他读书嘛。嗯，不行，我要去看更广阔的舞台。啊！我要去看外面更广阔的舞台。对呀，所以你就放过他吧，这个小舞台，你还要着他干嘛呀？那不行，我舍不得呀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我。来干嘛呀？他也有点想来，他觉得我今天可事儿可多。啊，事儿可多。对呀，受不了！你说这小皮套戴着是吧？然后呢，包上那个挂。不是小皮套是什么意思呀？小皮套就是说有人了呗。小皮套戴着，然后这现在都带暗语了是吧？然后书包上那个挂着他我们俩的照片啊，你说到网上，就各种标也都打满了，什么情侣空间呢，什么火花啊都有了，那还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没要求什么，我也不图你什么，我就想让你对我好一点，对我多关心一点，对你来说很难嘛。啊，还有几个月毕业？我明年6月份。哦啊，快了快了，快走了。
对，快熬出头了，兄弟啊！你们俩接下来干嘛？我就是觉得他不爱我了，就是他变了，就跟那考完试他就不复习了一样，就得到了就不好好去维护了。哦，就是这一套你也明白是吧？对，我问问他，所以就很生气。